中式九球开山之作，掘金中式九球球王争霸赛第三季，九大品牌车轮战，单打双打争百万，掘金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开始。欢迎大家跟随镜头来到掘金中式九球球王争霸赛的赛场，九大顶级台球品牌战队联袂出战，各品牌一线当家球星上演王者对决，50万冠军大奖剑指中式九球顶级荣耀，四强决战夺金百万。掘金第三季四强战队分别是兰蔻战队、美洲豹战队、奥斯本兹战队和野豹战队，预祝他们在四强战中有精彩的表现。掘金第三季每场比赛最多打满50局，单打第一轮10局，单打第二轮10局，双打轮30局，比赛计算总得分，未满50局超分的一方或打满50局得分多的一方获胜。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球员通道，首先出场的是美女台球裁判员徐锦妍。下面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有请本场比赛战队出场。首先出场的战队有两名前九球国手搭档，兰蔻球杆缔造不凡，有请兰蔻战队楚霸王楚秉杰、机器猫李赫文。接下来出场的战队由中式台球传奇巨星和中国一线中式台球战将担纲，美洲豹科技球杆领导者，有请美洲豹战队光头王者杨帆、瞎大哥吴昊。我们的战队成员和裁判员均已就位，请双方战队和裁判员合影。四强决战夺金百万，掘金中式九球球王争霸赛四强战，兰蔻 VS 美洲豹正式开战。单打第一轮，兰蔻战队楚秉杰 VS 美洲豹战队杨帆。热身，预备，三、二、一，开始。美洲豹获得开局选择权。你不觉得那边近吗？我觉得那边近一点，那边好近一点。你再看。是吗？我是觉得那个美洲豹近一点。开吧。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掘金中式九球球王争霸赛第三季的第二阶段的四强赛。刚才呢也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也就是说两个人争球，这个很微妙。那么今天的比赛呢，两支战队分别是兰蔻战队对阵美洲豹战队。兰蔻战队的第一轮单打的队员是楚秉杰，美洲豹的队员是杨帆。大家好，依然是张庆勇啊，勇哥陪您一起来看比赛。上半场的裁判员徐锦妍，刚才我们这个导播这边也是用了一个自己啊特有的一个技术啊，然后呢用一个黑幕向这个右边来慢慢推。确实啊，这两颗白球，第一局美洲豹开球，真的是不太好去判断啊，在现场可能看起来更容易一些。好，杨帆，里边开球，
这个力道明显有去控制啊，但是二号哎没问题，二号过了啊。与前几天比赛里边的开球方式不同啊，杨帆的这个冲球明显是力度有减，有控制啊。右上方，好下低杆，右塞，下方转两角，上去看二的位置，因为有右塞，所以说现在一直往左走。会增加你这个上控之后的一个反射角度和力度。我看这杆啊，有一点点后斯诺。好，继续打进。这个力道比较重啊，要不要去翻一杆啊？翻底带。要发力翻啊，不能太轻，太轻容易角度变大。经过前面四天的比赛啊，目前野豹战队跟奥斯本兹战队基本上已经锁定了第一和第二名的这个名次啊，将会晋级到后面的决赛，就10月9号晚上的7点。因为目前呢，野豹战队跟奥斯本兹战队呢都是2胜0负，而今天晚上的兰蔻和美洲豹呢，分别都输了2场球。那么今晚打完之后呢，肯定是兰蔻和美洲豹战队呢有一支是会0胜3负。然后另外一支战队呢是一个1胜2负，基本上也不会说影响到后面野豹和奥斯本兹这边的一个晋级情况了。然后呢，我们明天晚上就是奥斯本兹跟野豹争这个算是第二阶段的一个小组第一吧。所以说在这种晋级情况已经是没有什么太大压力的状况下啊，看看这两天比赛会不会有一些更好的一些进攻啊，更酷炫的一些杆法和线路。继续，胜方开球。这两天要看一看有没有一个更好的连摸，连续的大金的一个数据出来啊。因为目前我们打到第三季的掘金啊，连摸7、连摸8，基本上算是我们目前最高的一个大金的数据了。所以说，目前还暂时没有球员在这个单打环节去破掉。也确实啊，有些时候这个连续的大金不一定说你今天的状态好你就能够去完成，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细节就能让你去中断，那就是开球不进。好，继续看球啊，左上下低杆，横向叫三。三号角度低杆再往回推一点点。好，左上。
这个球六号球也不要较直，下方有七，正常中高杆推弹顶库下来溜角度就好了。而且这杆呢也可以去争取一杆大金啊，左边这个八号球位置后面不要叫翻带，正常去叫底带进攻就可以了。如果叫翻中的话，你翻进传进九是只能算一个小金。角度啊，稍稍带一点中低杆，轻打，弹下来叫底带啊。哟，看这个架势是要 K 吗？要 K 球的话，这个低杆左塞要稍微多一点，而且力度还不能太大，得让低杆左塞出效果。嗯，有这个想法。中带还能薄，力度上有控制。那继续，还可以去考虑 K 这个八号球。看角度，中低杆右塞，力度呢也是不需要太大。效果顶太正，顶太正的正常往里去打吧。而且这杆球要多少带点低杆，要是下一期比如中高杆或者中杆的话，你需要发力打，这个难度更高。发力打走两库，要翻开，要不要翻一杆九号这边的中带，翻的稍微薄一点，再带一点点的右塞，增加八号球向右边的这种角度。哎，防守啊，很稳，很稳，很稳，并没有说一上来就打得特别激进啊。好准度，第二局兰蔻胜，比分4-0。三局兰蔻开球，中带底带右下方，看这杆，
打薄了，没有打进啊。杨帆，先翻一杆，翻进，角度向上啊，角度向上，嗯，要不要继续叫翻中啊？因为这个球要叫边库，是有些不好走位啊。哎，到顶不下来，叫了一个反角翻中带，这球也不需要很大力度啊，本身呢。下点高杆就会有一个小小吸库效果，然后呢走个两库，球差的稍稍多了一点，那这样的话右上方又是漏机会了，推高杆顶库弹下来齐叫中带，好继续中杆打进，往下再走一点点，左边继续三局兰蔻胜，比分6-0，谢谢。第四局，兰蔻开球。嗯，继续。哎，又是三颗啊！这回是两边中带进，下方进一颗。左上一杆薄球，好球，而且左塞一 K， 黑八起来，这局面基本上全部开放了，非常精准的一杆 K 球。一绕，嗯，非常不错啊，角度也合适，正常还是第一杆。角度大，再摊边库起啊，中立即可。哎，这杆就只需要稳稳的打进，下第一杆，往下方带口黑八去叫九号。第四局，兰蔻大金胜，比分12-0。恭喜大金 ，break and run。
第五局，兰蔻开球。你看过线啊？开球失机，重新开球。进一，过一，过二。过二进一啊，开球时机。第五局，美洲豹开球。哎，这杆这个球进的不少啊，也同样是两个中带和左边一个底带啊。衔接二号，这个位置真是不好处理。翻底，低杆大力，加上三角中带，这就是一个两个带口的线路。翻底带稍微大一点，它还带着一个三角中带这边的一个第二条线路。啊，这边看出品节，由上方打进，横抬过来，角度还不错，继续给下低杆。打进池边库，再弹起一点点。好，这个力度，这个准度。继续，低杆，还是蹬边库起。啊，较直。这位置也不错，中杆，继续蹬边库起，第五局兰蔻胜，比分14-0，谢谢。第六局，兰蔻开球。底带还是有球进。左上白球吊带犯规，美洲豹一分。自由球，推下来，二号球右边有下，
右边有下这个位置，我先看红三这边，红三这个位置确实是不好进攻，而且你这个左边还有一个五号球，上方有被黑八挡住进攻的角度。好，前下第一个横台过来，叫了一个翻中带。那么这个翻中带就不能说太大力度了啊。是的，做了一杆防守，不打了。哎，没碰到，看五号这边能勾开吗？也没勾开。每周报一分。没勾开，杨帆这边就需要自己来去处理了。兰蔻两次犯规。两次犯规。单局里边三次犯规，直接这局就被判负了。再薄过来继续防，那这个球从左边缝隙解还是比较好解啊。对，直接稍微量一量，看看有没有可能右上角底带可以解禁。吃库，发力姐姐到，看六号球右边没进，五号球左上。继续低杆一点，高杆推吗？继续还要留角度。好，低杆啊，横台较久，第六局兰蔻胜，比分16-2。第七局兰蔻开球，
底，但还是有球进。黄衣可以打二号，有些贴库，而且这个贴库位置目前用黄衣来去调啊，角度也不太好去调。比如说翻中还是打底带，好，立杆尾要下低杆，这个球要是想翻中的话，最起码叫到这个上半台有比较大的反角，薄球翻中才可以。打底带的话，立杆尾下低杆，好，那么这杆球准度要求很高啊。薄进，没有薄进，没有薄进，放这儿看摇盘要不要做防守啊？比如说打二号打正一点，下低杆，往九号下方缝隙里面去防二号球呢，翻两库上去。嗯，是这个意思啊。先看看边库，右边边库解球，犯规，每周报一分。哎，这球白球又掉带。摆自由，好，推右塞啊，看看红三，嗯，有角度啊，六号这边可以考虑一杆 K 球下低杆，从里边稍微的兜一下，向上看效果，嗯，不算很好，那再来。推高杆顶库下来，五号挑中带，可以，力度，力度，嗯，继续，再防一杆。那我看一下解球，刮到要碰库，没有问题。好，到这儿，不拼就继续防。十字回球啊，五号球两库向上，要拼，而且拼进了，非常不错。继续侧身下低杆打，还是需要准度。嗯，好球，好球，好球。嗯，这杆球左下方底带稍稍的角度有点大，看杨帆啊，这个球要不要下一个极强的左塞？有，不过打太厚啊。确实是不好打，首先是角度有点大，那白球这边还离库边稍微有点近，
我看这杆打右边中带啊，正常推高杆上去再下来，就叫左边就可以。力度稍有点小，还是需要一杆准度。嗯，没问题。第七局兰蔻胜，比分18-3。第八局兰蔻开球，底带进一颗，左边中带进一颗，下方这个先进二号现在不好打，应该还是有一点点右边的薄边啊，距离合适直接跳球，侧身的一个铅笔跳，这个位置有一点点别扭，因为它需要你把身体侧的要稍微多一些才可以。好，量一个角度啊，横向能否发力解禁啊，这球还不能太轻，不然的话可能解完之后九号这边会挡你。是的，咦，哈哈，啊，柳暗花明又一村呐，东方不亮西方亮。哎呦，这杆球又走多了。左下方继续要求一杆准度。要翻吗？嗯，一个翻带，那看看中带有没有，力度不够，力度不够啊，力度不够。看杨帆是不是也同样翻一杆啊？直接薄。白球撞久了，哎呦，这运气！兰蔻一分。吊带。竹本杰自由球，摆中带角度，高杆推下来，六号继续中带。看一下方向，没有问题啊，低杆一点。看角度，继续提杆下来，给带口九号。第八局兰蔻胜，比分21-3。
第九局，兰蔻开球。三球进，过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二号进攻，白球后方有一点点的后斯诺。球中角度大，右下方需要吃两脚。打右下角底带呢，还不好下杆，你还要下低杆横台。六号还挡了一部分出杆位置，所以说还是换了啊。继续左边中带薄球，白球右下方吃两脚，可以。看看这个力度，还行啊。虽然说后面黑八有一点点的后斯诺，但距离还比较远，手架这个位置控制好就行了。四号球退下，带口一个六，看角度，正常推中杆，上方弹库下来，角度合适啊。低杆左塞，发力打。边库往下叫黑八，嗯哼，没打进。关键一球啊，这球进了，基本上这杆跑不了了。打的还是有点厚。好，薄球下来，嗯，大角度，那就绕三库吧。推中低杆左塞，绕三库九号叫左边。太厚了，这球杨帆这两天这个失误有点多啊。啊，中低杆登顶库下来，有左塞高杆啊。看这位置相当不错，第九局兰蔻胜，比分23-3。第十局，兰蔻开球。还是有球进，哎，上方二号停带口被撞进，黄一继续可以进攻。侧身啊，左上离杆尾的一个低杆横台，轻打，好球。嗯，加杆感觉有点够不到啊，这球。对，加杆啊，低杆过半台要多一点。
看看力度，能接受。那么看这杆球啊，最好还是说，绕三库啊，下中低杆左塞去绕三库，六号球继续调中带，看力度，向上，没有问题。你是推高杆右塞还是蹬杆，都是 OK 的。好，角度，正常向上，向上角度，你是中杆蹬。右塞两库也都是 OK， 左边看看这个位置够直就低杆啊，可以低杆向右边走，第十局兰蔻大金胜，比分29-3。恭喜大金 ，break and run。单打第一轮结束。有请单打第二轮球员入场，比赛即将开始。单打第二轮，兰蔻战队李赫文 VS 美洲豹战队吴昊。好，我们继续看啊，第二阶段十局还是一个单打阶段，李赫文对阵吴昊。那么胜方开球，上一局呢是兰蔻战队获胜，所以继续啊，李赫文开球。底带进一颗，横三过来，黄一右边没了，被挡住。看左边六七缝隙，有个2-3库的解球啊。右塞这边要做一些修正，啊，没有扫到。犯规，美洲豹一分。没有扫到。自由球。自由。摆点角度，小低杆打进发力。可以啊，这个边控球准度真的是不错啊，看方向继续啊，中低杆横向较三，这位置还不错啊，有把握就推推，刚好四号球可以留向上，没问题啊，手感啊，吴昊这手感还可以，太直的话就正常中杆打进即可啊，还是有角度，哎，
哇，这一顶还有吗？还有，但这杆球走的有点危险啊。哎，又是角度大，下低杆上去再下来。直接第一杆叫左边就可以了，不需要上库了。第十一局，美洲豹小金胜，比分8-29。恭喜小金 ，Table Run。第十二局，美洲豹开球。下方进一，上方过两球，五号没进，开球失机了。开球失机，重新开球。第十二局，兰蔻开球。有球进，但这个一号的位置不太好，看要不要传一杆啊？在另外一个袋口附近呢，还有一颗球，一传四。还是去薄啊，而且薄进，非常不错啊。再来，二号左上啊，这个杆球可是薄的，是真的是真的不错，不好打，很难打一个杆球。那再来二号，轻推，能刮红三薄边就能够将白球尽量的停住。还是绕库，绕库碰到九，
可以尝试一杆往里薄，白球下来撞四。哎，正常薄了一杆，并没有撞。发力捷道，弹起之后呢，三号球这边还是漏了个包边，我看一下这个位置啊，首先打包边是有机会可以去撞九，然后九号向下呢还有机会可以去撞四，而这个想法是比较难实现啊。还正常薄了一杆，那么放到这儿啊，五号这杆球是有拼啊，中带有薄，啊，右上方继续漏球。上方包边啊，下第一杆左塞，两库上来，还不错，第一杆。有角度。那叫到这儿的话，还有机会 K 啊，还有机会可以下第一杆，向右上方去带一下九号。十二局兰蔻胜，比分31-8。第十三局，兰蔻开球。这杆球炸完之后，七号过来了啊，三进。黄一撞，七号球再过来，对，这个位置这下球点还不好说啊。先来看一下，啊，没有问题，可以进攻。好，下第一杆绕两库过来，二号球一传啊，继续啊，这个球还不需要用一个比较大的力度，还可以用第一杆轻搓，没问题啊。李赫文这种小范围的这个白球掌控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看这杆，一个是低杆左塞轻搓，另外就是正常的高杆两库啊。看你个人对于力度的掌控。对，还是走了个两库。左上啊，加上把，往上稍微要多推一点啊，多推一点，留一个打七。向下交八的角度，低杆左塞。还是有点够啊，继续下低杆向上。第十三局，兰蔻大金胜，比分37-8，谢谢。恭喜大金 ，break and run。第十四局，兰蔻开球。下方有球进，右上方底带啊，刚好红衣可以进攻。稍等一下。好，再来看一下这个角度。这角度如果说打中带呢，向上也有机会可以把上方的五六这边可以带一下。首先看啊，打底带的这个角度能否高杆上去呢，把二八这边带一带，就是首先要解决一个二号球的问题。好，来了，哎，弹起，那只能传了，想进攻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组合球，而且看看要不要同时考虑下低杆左塞啊，两库兜一下五六。哎，轻轻一传，不强求，不强求。那这杆球要下一点点的中低杆滑下来，三号球向上留角度，然后呢，中高杆蹬。左塞两库一兜，把五六这边带开。带开之后呢，继续要求准度的时候，
继续，还是下第一个横台交六，左边中带，这个角度继续还可以下中低杆下低杆啊，像这个右边七号的这个位置还有机会可以 K。轻轻一带，好，看看他翻中带啊，没有问题，非常好，再起来，第十四局兰蔻大坚胜，比分43-8，谢谢。恭喜大金 ，break and run。第十五局兰蔻开球，这杆炸完，白球跟黄衣的距离有点远，右上，那看看李克文还要不要拼啊？这球，哎，分边防守不打了，二号一挡，继续薄，再过来，二次缝隙没有挡住，但白球有点靠库啊，白球贴库呢是用不了其他杆法，只能是推，翻带看效果，五号这边来看一眼啊，一传六，好，没问题啊，传进过来，角度稍微有点薄，还能推，
继续打进啊。二号球继续右上，而且这个角度是有一 K，K 球就需要下低杆了，啊不 K， 轻轻的推下，下方底带准一杆，这杆球对准的要求也是比较高啊。薄了一点点，稍稍的有一点点的向画面右边太多啊。这杆球杆法可以稍微低一点，从左边下低杆下来叫我，没打进，没打进，看白球四。传一杆，有向上角度，正常中杆往上蹬就好了，就可以在九号球的右边上去。还是一个右塞高杆，那是不是要 K 一下呢 ？K 到，再下一点点低杆。第十五局，梅州报胜，比分10-43。谢谢。第十六局，美洲豹开球。有球进，黄一。左上方可以进攻啊。这边五号再带一下白球过来，二号可以打，没有问题，下低杆横台向上推高杆吗？看左边白球的吃库位置，可以右上方下中低杆横台叫四，不强求轻推，推下即可。好，再来看这个方向，太直的话要下点低杆啊，点住，不要往前走。好，再往下高杆推下来。
第十六局，美洲豹大剑胜，比分16-43。恭喜大金 ，break and run。第十七局，美洲豹开球。插球呢，怀进。二号呢跟七号球贴的稍稍有点近啊，看一下这个下球点上没有，感觉上这个七号球挡了一部分，那挡一部分这个球可能右边就不太够了。直接包球做防守，看看力度还可以啊。直接跳了一杆，刮包边一撞，咦，放这儿，放这儿。首先看吴浩的想法啊，右边包边白球撞四，但这个球因为二跟四离太近了啊，还是有难度。可以。继续防吧，比如说打右边打稍微厚一点下低杆，然后呢三六这边做防守。不然你就要打二号最左边，其实这球就是打两边看打右还是打左啊。打右二号翻下来，但是这个向右稍微有点多啊，三六这边并没有完全挡住，而且直接缝隙里能看到。好球，看一下啊，左边一个两库解球，而且这个球要下一定的右塞在里边，左边中带上方一点点的位置。薄边
再撞，这个应该还是没有挡住。直接翻，右边也没有力度，好，弹下来也并没有漏机会。五号也可以同样考虑打左边，打正一点，下低杆，二号翻上去，下方五九这边做防守。这盘其实看点还是很多啊，双方有防守解防守，解完之后呢，而且还有再反做斯诺克。看一下这杆球啊，犯规，撞七，美洲豹一分，自由，自由球。哎，看三啊，是不是右上方有下？右上左中啊，基本上就是一个最直接的带口。好，有下。好，再来看角度。好，绕库。上方两侧底带都是有啊，你是继续的低杆左塞，还是说推高杆啊，都是没有问题。后了，这杆球可是后太多了。那这样左下方底带又是漏了机会。低杆一点，向下，再来低杆，好，左下角，第十七局蓝扣胜，比分45-17。第十八局蓝扣开球，诶，开球失机了吧，开球失机，蓝扣第二次开球失机，两次了，没有球进，继续击打，上方过一颗，开球失机。五号看这局面还可以啊，选了一个继续进攻，也是不想浪费时间了啊。好，抛进，弹起，角度还是有点大啊，再抛，刮了个包边。这个位置继续抛左上的话还真是有点尴尬啊，换手了，直接防一杆。那先看五九缝隙啊，能否直接下来，没准直接下来还有的薄啊，
确实，一 K 翻中稍微薄一点，要给点力度。哎，也不打，继续防。看五号啊，五号球右边，边库左塞向上勾。斗智斗勇，好，有运气。左下呢，可以去打一杆啊。好球。看这杆还有薄吗？哎，这个方向你要薄的话，要发力走两库，要不然不太够的话，就只能去翻左下角底带啊。哎，翻带，没翻进，没翻进，看李克文。还要拼翻中吗？不拼翻中的话，还是可以继续考虑做防守。九号球这边还是可以继续去放白球。嗯，往上放，不好。这杆彻底漏机会了，左下方是完全可以进攻。哦，没问题，位置也相当不错，有一点角度，带一些中低杆蹬边库往下。来看这个位置，继续啊，左塞一绕，下方底带，第十八局兰蔻胜，比分47-17。第十九局兰蔻开球。左下四号没有金带。开球失计，兰蔻第三次开球失计。第十九局美洲豹胜，比分19-47。啊，三次开球失计了。
第二十局，美洲豹开球。量了一个打一白球去从下方撞一下九的一个位置啊，能否把九号球给撞进？先做一个啊，争取要一个好的进攻机会。十秒，延时。这两个第二库位置还是要在这个中袋下方的一个位置啊，所以说五号也是要仔细的再确认一下。篮扣一分。自由球。自由球。可以考虑把七号球也稍微带一下。带完之后呢，刚好左边红三。看效果啊。诶，没 K 到啊。没 K 到，现在这个角度又稍微有点正。要不要直接低杆叫一下，比如说左边底带或者是四传六。好，低杆过来。自然撞啊，不要将六号球 K 进。这个球撞的位置不算太好，但是左边底带还是有一个可以翻下低杆吧，就向上做防守的机会啊。好，翻进了，再上去看黑八有没有挡这下球点。十秒，延时。好球啊！有左塞在里边，中单还有包。控制好力度，好，
看看位置，非常不错。第二十局，兰蔻小金胜，比分52-19。恭喜小金 ，Table Run。第二轮结束，官方暂停10分钟。双打轮，兰蔻战队李鹤文、楚秉杰 vs 美洲豹战队杨帆、吴昊。第21局，兰蔻开球。好，暂停结束，继续回来看我们的30局的双打。开球有球气，黄一刚下方呢一定角度，直接下低杆，轮胎弹起。二号右上，四号在下方，你这杆球呢最好能够中高杆往上再蹬点啊，有一些向下角度。稍稍的有点过头了啊，这球。那这样的话变中带这杆球可能要用一个稍微夸张一点的杆法了，比如说下低杆右塞直接上去顶库直接下来啊，这是一条线路。另外一个呢，下低杆左塞，左上方吃两脚，然后旋转起，哎，左塞，好球啊，好球好球好球。李鹤文对他这位置感觉我还可以再要求一下啊，可以叫点角度出来，稍微有点正，低杆左塞啊。好，再来继续啊，下一点点中低杆打进过来，看位置，还不太直啊，直的话正常还是低杆，现在不直啊，不直你是稍稍的左塞高杆吃两库，还是说下低杆直上直下，哎，偷了一点带脚，没问题，那继续啊，可以下低杆蹬边库，这杆球呢角度大呢，可以正常叫右边了啊，对，从右边打更顺一点，没有问题。第21局，兰蔻大金胜，比分58-19。好，恭喜大金 ，break and run。
第二十二局，兰蔻开球。底带进球，五号就右上停带口，黄衣左边有包，还可以这杆啊，正常包进，可以上去叫二啊。看一下力度，撞一下红三，哟，太正了，跳球吧。躲这眼躲不了这儿。犯规。犯规。看一下这个位置，哎，还有点运气啊，这球虽然说犯规了，但是二五之间的传球还是不太好进攻啊。收了一下，五号球天赋要翻也非常有意思啊，我也在那看看啊，我也看看到底有没有铁库。嘿嘿，没传进，这球可是可惜啊。好，左手传一杆停带口，嗯，打后点低杆右塞啊，过开球线往下，空三叫左上，再来啊，中杆蹬边库，是小雨带能啊，直接打，再来啊，中低杆蹬边库上去，直接叫，直接攻，继续还是中低杆打进，往右边稍稍的蹬一点点，好准度啊，好准度。第二十二局，兰蔻胜，比分60-20。第二十三局，兰蔻开球。底带进球，白球，还可以啊，这个位置可以出杆，黄衣右上角。缝隙一点，好，推中高杆左塞，顶过边库，中带上方停。没有问题，哎，还是有点正啊。
哎，我低杆再拉回去。强蹬，强蹬有打中带啊，有打中带，但是看这个位置要小心白球。如果不会刮到是最好的。嗯，还是撞了一下，撞了一下变成右上，右上直接下低杆，向右边轻轻走或者推高杆啊，边不弹起，没问题，够直低杆回来。好，向下一推，反向九号。第二十三局，兰蔻大金胜，比分66-20。恭喜大金 ，break and run。第二十四局，兰蔻开球。下方进一球。包进二叫四，哎，继续啊，直接低杆。这位置相当不错啊，再低杆。中杆打进，向下留角度。继续看 K 八，还是有一点点角度啊。不过来，第二十四局，兰蔻大金胜，比分72-20。恭喜大金 ，break and run。
第25局，兰蔻开球。进三球，二号便携接，哎，犯规。哎呦，这球太巧了。梅州报一分。二号把白球撞进，然后呢，再看一下这个球。后面过来一颗，我来，你来吧，来。过来一颗呢，直接是没法直接进攻了。哇，头闪电，头闪电。自由球。没踢啊。本来有个自由球吧，还没办法打。自由，自由。兰蔻一分，是不是碰球了刚才啊？还是掉下去了？你看一下啊。先让我笑一会儿，我必须要笑一笑。请再给我一分钟，实在是太好笑了。本来吧，这二号就不好打，好吧，摆自由啊，摆自由手一滑，把二号本来从不好打变成更不好打。而且今天确实啊，像我前面提到，这个已经不涉及到一些晋级的压力了啊，所以说双方打的也还是比较放松啊，完全就是一场像练球啊这样的一个表演赛，大家把自己的一些，比如说我的做斯诺克的能力啊，或者一些酷炫的杆法，非常好的思路展现出来就可以了。因为这一场的胜负已经影响不到后面晋级到决赛里边的两支球队了。啥都会了。中带有危险呢、啊，对，这白球左上角有危险，而且六号在那儿，有可能你直接掉不进去，你撞到六都有可能会掉。好，嗯，转一圈吊带。每周报一分，兰蔻两次犯规。推吊内的。躲掉这台自由球，快点的，赶紧的，赶紧的，啊！你又防了一下是不？对，我防了，我跳进去了。杨凡跟吴昊这两个搭档也非常逗啊！中间又在过来，麦克风可能有点蹭啊，有点蹭球杆。旋转，推下弹过来，第25局，梅州报胜，比分24-73，谢谢。
第二十六局，美洲豹开球。犯规，篮扣一分，炸球直接白球吊带了。犯规没有十几，自由球。我来啊，废话，你一号的球你不来我来啊。是，你这个年轻球员眼睛这么亮，你让我一个老球手打这球，进球率会低一些啊。你不来谁来？你看看，你这边控球打的，但这球走的有点小啊，没掉直。轻轻一碰，轻轻一碰，那看看这个位置，推高杆再过来，五号左下方。角度大，一 K。好 ，K 开，看看方向啊，向右上是不是直接推就可以交流？直流了，两个位置。低杆儿，力度如何？没有问题啊，还能看得到。继续啊，推弹起，点中带，低杆回去底带。二十六局，美洲豹胜，比分26-74。第二十七局，美洲豹开球。犯规，又吊带，又吊带，篮扣一分，连续开两杆了，白球都是吊中带。
进上来，翻中。白球从下方啊，在弹库向上。九号没翻进，而且撞到九啊，这个白球也没控制好。哎，左上，看看第一杆右塞啊，横台一扣。好球啊！中杆一定，打呀！我说，推一点，不定的，它直了，推一点不直，对，是是的。再来，继续第一杆边空往下，没打进。第二十七局，兰蔻胜，比分77-26。第二十八局，兰蔻开球。下方进一，上方过线进一颗。哎，那么看了左边包边。应该还是能打到啊！好，发力抡了一杆，没有运气球，还在走。有这球会不会用白球打黄衣的同时去撞一下九啊？离得也比较近。嗯，东北二踢脚啊？什么二踢脚？我来呀！啊，你这这多啊，都不好意思啊！老给我压力。别卡脸啊！哎，下一点啊，没有打进。才接到，过来一撞，中带有打，轻推弹起红三，刚好左边。这杆球要给点力度啊，白球不要贴库。
直接第一杆左塞过来，黑八黑八黑八多了。直接跳球，嗯，这个位置漏机会了，高杆弹边扑过来，直接叫六，六打进向上就可以叫七啊，中带这边还黑八。角度还可以，中低杆灯边扣起，好下第一杆，来推，我们叫右边打左边啊，就直接中杆蹬下来就行了。第二十八局，美洲报胜，比分28-77。第二十九局，美洲豹开球。进球。黄一进二号衔接右上方薄球，左塞绕两库，叫红三中带。再走，还可以啊，有角度。推高杆弹过来，力度不错啊，向下。再继续，好，灯边扣看位置，还是比较直啊。低杆吧，向后弹起。有一个打气向左上的角度，不错，推上去，直接中低杆登顶库，九号叫右边的中带就可以了。哎，推下来左下方，这样式。是什么环节？什么环节？嗯，五号总是给你意外和惊喜。啊，我跟杨帆是想的一样的。第二十九局，美洲豹大金胜，比分34-77。恭喜大金 ，break and run。
30局，美洲豹开球。进球。哎，一传九，哟，走的有点少，但应该底带不太够了。确实啊，不太够。咦，还别说，差不多啊，这球够像吗？差不多。你定着拉回来呀、啊？够像啊。行，定着拉回来，不，你别后落呀，主要是，你推一下就行，就能拉回来。推过去啊？推一点吧，你哪个角度？必这样式的吧，你这样我他后落。啊，那就劲儿。定那儿也行，定那儿就行，就这儿就行，定那儿就行。嗯，我感觉脚也能进，好吧？十秒。延时。延时。你看够不够啊？不，我说不咋够嘛，完你说够，我刚才看够啊。打吧，我够不够也得打嘛，打不进没事儿。不行，等会儿这时候我就，刚才看够，现在不够了。定那儿吧。难道说？有一股无名的力量把它稍稍的挪动了0.0000001微米微米吗？对呀、啊，打薄一点不就够了吗？好，这低杆看看怎么样？好的，一个薄边儿。这个包边可以，还瞅你一眼啊，意思就是怎么样，我叫的行不行？这球赛可以，一下子过去。一个小赛啊，比较强的一个旋转。完了。下沉了，完了。没赛，你那没底杆，犯规赛也不够，底杆也不够。兰蔻一分。应该搁这儿过的是不？应该搁七八中间的，我觉得。就是啊。嗯。二低，好，叫到边库位置，往下一推，中带一叫，你看看人家推的这个。有角度再推，探边过起，好向上，高杆顶不下来，还有右塞，也没有问题。打完有个短暂的暂停。第30局，兰蔻胜，比分80-34，官方暂停5分钟。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31局，兰蔻开球。好，继续啊，还是双打阶段。第31局，进球。王一右上7号，哎，哟，这球，看待会儿还剩下多少啊？如果是将近有一半多一点点，应该是可以去进。如果实在是没有的话呢，必须去传了。好球，好球，好球！劲是大了，角度大，角度大，不要加旋转了，正常。下中低杆，走个5-6缝隙，蹬2库过来，甚至于说第3库，对，这种球就是用高中低去找，
不需要加旋转。滑三库四库，能吗？不行，哦，那不行，这不行，这给我留这边就行。嗯，我要是避不开鞋带，就给你留远台，这也无所谓。寺庙。岩石。岩石。是，你不行就给我留那条河。推能推腰带吗？大力推。推。啊、嗯。掉不了。掉不了是吧？我就使劲推了。你就推。啊。使劲推。好、啊。看看你这个小推车推的怎么样啊？哎，果真啊，汝诚不欺我呀。确实是没有掉，继续啊，推右塞高杆，直接弹下来，多细呀！这都多好使，低杆啊，好，角度流向下，直接再下低杆。有上库吗？上库不要太低，左塞强一点。来看方向，推高杆弹起，第31局兰蔻大金胜，比分86-34。恭喜大金 ，break and run。第32局，兰蔻开球。进球。哎，有了，左上五号贴库没有打，黄一是可以进攻的。好准度，继续低杆向上，不坏了。你用那五是不是我的呀？嗯，你用我杆打吗？两个人是同一个球杆品牌的这个球员啊，所以说这个球杆岩石
这个加长把这些都是一样，随便往这一停也行。只有可能在一些这个参数上会有一些变化啊，比如说先脚的这个锥度，包括这个球杆的整体的重量，包括一些这个重心的位置，因人而异啊，因为球员都会做一些调整。果然啊，不是自己的球杆没有打进。直接低杆，看力度如何，还能推。没问题啊，够正就正常低杆打进，往下蹬一点点。第三十二局，梅州报胜，比分36-86。谢谢。第三十三局，美洲豹开球。下方进球。还别说啊，这黄银还有一点点薄边儿，一点点的小薄边。是不？是跳不？跳一杆。白球飞出台面，自由球。篮扣一分，自由球。小心啊，身下不要碰球，可以考虑用加长把。确实有一点点别扭，不好出杆啊，没有打进，没有打进中带有。有角度。力度
有把握就下点低杆啊，往回走一走，不要往上，可以。上中杆打进六号球呢，再用中杆右塞啊，绕两库七号球叫中带，太低了。正好，对，正好，正好。三库向上啊，倒进，没问题。第三十三局，梅州报胜，比分38-87，谢谢。第三十四局，梅州爆开球。嗯，左下左上。黄一进，二号，直接包中带。看一下位置，过五号底带可以打，没问题。角度向左，可以啊。中低杆发力，横向叫中带。嗯，没打进。看上方弹起还是有薄啊。搓一点点左塞，薄进下来，继续叫中带。左上下第一杆左塞，直边库弹起六号球左下，还可以啊，第一杆向上。继续看角度下第一杆啊，四局兰蔻胜，比分89-38，谢谢。
第三十五局，兰蔻开球。进一，再进，哎，过线进没有问题。上方是过线进球。行，我看看那能不能好，我能不能传进去？啊，你就往下面点就行。哎，直接看这个方向，下地杆滑过来，二传九中带就可以了。没问题啊。第三十五局，兰蔻小金胜，比分就是3-38。恭喜小金 ，Table Run。36局，兰蔻开球。8号进，三进，黄衣右上，这个位置想停白球不好停啊，要搓一个极强低杆右塞减速。也就是这个刹车效果要特别好，因为这球如果说你从左边绕，你从左边绕的话，跑一个长途，可能进球就会稍微难一点，并且这个白球后面的位置也不一定会非常好。看李克文，可能还要下左塞绕啊。好绕，再两库上去。这个时候，楚炳杰应该也会下地杆右塞啊，从右上方绕两脚。继续啊，低杆左塞，第二库呢要吃到中带下方，左塞和低杆就够。可以，位置，非常不错啊。
这杆球就要看看楚炳杰了，有把握就完全中杆发力蹬上去啊，可以过半台的话还可以叫中带，这个球力度是要求要大一些。嗯，好球好球好球，非常好，推右塞高杆，嗯，这个方向啊，看还要绕吗？还是绕两库。第三十六局，兰蔻大金胜，比分99-38。恭喜大金 ，break and run。第三十七局，兰蔻开球。底带进球，二号再进。一个反角啊，左上黄一。刚好啊。投进右上方，好球，角度向上，有把握可以考虑下低杆啊，避开这个九号。右塞两库再下来，按方向方向方向直接交，直接打，对，你就往前一推，推一点的，对对对，底杆直接上方叫八，但还不能用太低的杆法，也吃点边库向上，没问题，推高杆就是右边，下低杆左边，三十七局，兰蔻大金胜，比分105-38。谢谢。
恭喜大金 Break and Run。第38局兰蔻开球，进球。中袋有薄，中低杆右塞啊，绕三口上去，好看看力度，可以。哎，这杆看看要不要顶一下这个七号球，把七八这边 K 开 ，OK 啊，可以单叫。方向推高杆，左下方继续叫一个吃底部向上的角度，七号左上还有，兰蔻大金胜，比分111-38。对，恭喜大金 ，Break and Run。战队已超分，本场比赛结束，兰蔻胜，比分111-38。再次的又是一场速胜啊，111-38，领先了73分啊，已经是超分了。那么首先我们恭喜啊，兰蔻战队呢今天比赛获胜，这也是一场荣誉之战呢。那么双方的在这个第二阶段四强赛里边的比赛就全部完成了。兰蔻战队是1胜2负，而美洲豹战队是0胜3负。那么再次的恭喜兰蔻战队获胜。在明天还有一场比赛呢，就是我们前两名啊，野豹战队将对阵奥斯本兹。好，明天晚上的19点再见。